对不起，我堵车了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贵人值得等，贵重的东西就更值得等了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耐得住性子。指挥部，指挥部，我是肖辉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重复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毒贩持有枪械武器的几率很大，各小组注意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各单位，报告情况。大刘就位。徐哥就位。高冉就位。步兵就位。兵哥，时间不早了。冤家，看什么看？什么人物啊？败类。这蛇票能让你嗨一晚上。南明哥，咱们交易吧。OK， 老规矩，钱打过来，24个小时以内告诉你交货地点。现在钱也不在，货也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请示一下吗？传言哨子风声太紧，你们杜家也要撤了。我知道。你说的不算。转过去吧。等会儿。都别动。黑漆黑，是黑就得撞。稳住，按原计划。你们是要跟着死的，还是跟着我？行动。有钱，他妈的杀了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民哥，快走！放你妹！顺道来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！
下周是你父亲的忌日吧？你还记着呢。我跟他搭档的时候，你小子还上幼儿园呢。我明天有个会，走不开。这是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茶叶，明天给你放一天假，替我给老伙计泡杯茶。下次在行动之前，好好调整调整情绪。 Thank you.
你等一下，看着他。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了，明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捉弄方志的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。干我们这行太毒了，会把自己的路毒死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着这么多年，我和你赚那么多风声，你放饶了我老婆孩子吧！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哎，哦，是你自己死的。还是全家一起死，我说了算。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。三十，哎，你俩，你俩，
姐，什么意思？你做事呢，太不细心，也太容易相信别人。你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吃大亏的。我的人，我管不了。台儿，警察。败类！天网恢恢，他跑不掉的。贩毒，贩毒他就回不了头了。沾了毒。他就得拿命来换了。小李说的什么人？二啊，肯定是今天逃跑的人啊。他是队长的师兄，当年也是警察。哼，做卧底能做到让你把他带到我这儿，他也算是不简单。上面写的，我知道。这资料上没写的，我也都知道。看，他是因为私人恩怨得罪了同僚。不需要你们原谅，需要是我自己的。后来又因为老在外边打架赌博，就让特警队给除名了。是个王，但是不干警察了，就开始干人了。堕落、酗酒、伤人。还越赌越大，如今可是啥都干，特别狠。这可没控制好，被判了刑。在里边认识了阿虎，阿虎把他介绍给了高丽坤。怎么样啊？干不干啊？我干。还钱去吧！我钱没得还，高丽坤欠我钱，所以就让他替我去收几个陈年烂账喽。结果。确实弄得不漂亮。你今天能活着回来，靠他。你的故事很精彩啊。这不是故事。这是事实。故事也好，事实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要给我一个信你的理由。
你局里头冤家是谁？萧盾是大义灭亲，听说他最近放出来了。行，萧盾还有这里。队长，你们说今天那人跟萧队是不是？萧队，萧队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哎，要不哥几个一会儿烤肉去。你们吃吧，我还有值班。萧队，强哥，一块儿呗。你们去吧，我有点累，去洗个澡。心里那根刺又疼了。换我，我也放不下了。568314。从此，特警队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三十进过窑子，他还是警察呀？是，原来是，这是事实。我没得选，但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能怎样？不是你能怎样，而是我让你怎样，你就得怎样。说来听听。心真他妈大。用不着，告诉你，别耍花样。穿上这件衣服，你不能脱下来。拐角向西，第25根柱子上面的夹层。现在这个伤让我们很被动，很被动。我这个伤不爱的，我这两条腿想往哪儿走，我自己还是可以做主的。是你能做主，你就自己做主，把买家给杀了。卖毒的态度都不好收尾。现在上头收得紧，我本来想着。这次撤离出境能够平安低调，你能平安？反正在外边挨枪子的是我，警察盯着的也是我，
横竖都是要撤呀。多一笔钱不会是多一点保障吗？不对吗？杜月明，我们杜家能有今天不是靠这么赚钱？靠你！靠你！反正杜家也是你的，靠谁不都一样吗？阿明，我已经帮你得到了现在的位置，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？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帮你弄死你男人的吗？要不死你有今天。他要不死，我们俩的日子就更难过。队长，你不是说要回去休息了吗？没事，睡不着，过来复个饭。我跟你一块去啊？不用。悬崖边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选择。你得给我个交代。我不需要给你交代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师父吗？我对得起我自己。你用枪吓唬特警吗？特警就不要命吗？毒贩都不怕死吗？
又碰那玩意儿了。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我贩毒的沾了毒，他妈命就到头了。反正我没错，反正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手机定位，把货带到那儿，车处理掉。出发新闻：今晚23:40左右，本市江南区廊桥街道附近发生枪击事件，现场一名警察中枪受伤，已送至市医院抢救，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。接下来，请看国内时讯，国家统。小队人呢？讲话。昨天晚上不是去找你的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说话呀！都他妈哑了！喊什么呀？一大清早就听见你在楼道里边吵吵吵吵，吵吵什么呀？你没死啊？啊，我死了，你要转正是不是？不是说，不是说你中三枪吗？你手那么重啊！行了，别闹，注意点影响，都在会议室等我，啊，我去见到李局。进来，李局，把门关上。是。我想问你，张磊是卧底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算再爱他100箱，也值。张磊一直将你父亲的牺牲归于自己的鲁莽和失职。他认为唯一能告慰你父亲的，就是将杜氏犯罪集团一网打尽。他主动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制定了严密的长期卧底行动。报告局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这三年，张磊他不容易，虽然逐步得到了杜月明的信任，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真正黑手。杜氏犯罪集团近期准备将他们的制毒生产线撤离中国，这是抓捕杜日昌的最后机会。为了任务，他先把自己给摧毁了。倘若真是抓了杜月明，那我们部署的3年计划将功亏一篑呀。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变，他昨晚的行动计划也是提前向我做了汇报，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
一雪，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？特警突击队做好战斗准备，张磊的情报应该很快，而你会特别行动任务。是。对，地点在哪儿？在这儿，除了卫星电话，什么信号都没有。怎么样？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放弃了可惜了。那怎么办？公安查得这么狠，有多少钱够我睡的本？哟 ，freestyle， 啥都不懂。没事，反正你懂狠就行。等咱们去了那边，有钱啥都不是犯罪，想怎么狠就怎么狠。林哥，我听你的，别打那么多老哥。那等去了那边以后，整个东南亚那一条线全归你。跟了我很多年了，林哥喜欢，送你。谢哥，
联合出击，收网，一个不留。同志们，经分局党委研究决定，正式批准你们针对杜氏犯罪集团制定的突击作战计划，行动代号雷霆，即刻行动。走着。早点收工，我在后面看一下货。哎，好。来，快点干好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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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员都有，都听不见。毒品会把人变成植物，而植物是没有痛处的。痛对你们来说毫无意义，因为毒品就是你们的止痛剂。给你十分钟，全部清理干净，一个不剩。警察的劲儿再用一回。我是警察，从你贩毒的那一天起，天涯海角，警察一定会抓住你。再跑，他们会杀了你们，他们会杀了你们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啊，跑啊，他们会杀了你们的。阿明，就你这眼光，你以后怎么做主啊？我这辈子最让你别人骗了。刚才查哨，发现外围的几个暗哨都联络不上了。当我者，死。头车后面一个，灯口两个。远处第三辆车，一个。猜的没错，有一伙特警已经潜伏进来。几个人？大概有五六个人。被他们盯上，大部队一来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
赶紧撤。二，叫其人尽量拖住他们。阿三，把所有产品装箱，快！送警察！快走！警察来了！已经答应我，派出两个佣兵小分队来边境接应我们出境，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。姐，都装好了，这里交给我。阿义，你放心。你家里人，我一定不会亏待。我带不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死是最好的守密方式。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警察是无所不能的，你说呢？那么容易。
我想饿死你了。你起来，阿生。没事，看来这边也没有。能搞定的，怕什么？那三枪我又不用你还，那还不欠你一辈子？兄弟，还不就是一辈子？
么样啊你？没事吧？你看呢？炸弹炸不死我，我也没烧死我，我命硬，这一回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。别拖我后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兄弟，什么情况？后面又来了一批。这样，我和张磊继续去追，你们几个把山那边人给我搞定。是。是是肖辉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动员马上就到，请汇报你的情况。宋老板先走，要不那边见，要不下面见。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
中国警察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。别动，别过来！想杀我？我先杀你兄弟。师兄，每次都是你朝我开枪，那我又得欠你几枪。你就桥下假死的警察，我还让你活不过今天的。戏法神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下来，赶紧睡。大爷，你先走。是不是想把我交出去啊？但是你抓不到我的，因为我会飞。
警察，别动。你也是警察，就抓我姐，他才是老大。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只不过帮他把他男人杀了，去抓我姐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，我就是老大了。我说的就算了。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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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姐。警戒！目标定位一群人，确认死亡，追！投降了。
杀了我呀！当初炸死那个老缉毒警的手雷，是我设的局。我当时想把你们警察全都炸死的，可惜，这真的是好可惜！我他妈就炸死了个老混蛋。老混蛋跟你关系不一般吗？把我杀掉！你把我杀掉，你可以报仇，你把我杀掉！啊啊！杀我呀！兄弟，冷静点。你是不是不敢啊？你是不是不敢杀我？跟孬种，你是不是不敢杀我？杀我呀！我们是警察，知道，一个绝望的人会不择手段的想要得到他要要的东西，不过死，你怎么一个死法？你我说了都不算，你的生死会得到法律的审判。你会永远陪着我去战斗。老伙计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雷霆行动到今天为止终于成功结束了。队长，我任务完成了。不错，我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能成为一名警察。为此骄傲。